我知道，冯婉云，你为什么又不见我？真是不可理喻！你说，你是不是跟日本人勾结？你总说我不相信，我相信你就是这样的结局，是吗？你就是个背信弃义的伪君子！ 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找你。你还能记得我？我早当你死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留在我身边当保镖。记住，在冯家你要守规矩。你说什么？那我告诉你。 谁跟你？10年前，你也这样说过，结果呢？我差点被10个日本拉人打死，现在还敢给我报仇？当年事出有因，不是我不管。别介，说什么？以后只要我有一口饭吃，一定不会饿。 你少爷，还睡不惯呢。那正好，这是我的床。那我睡哪？干什么？我要啊！他们连工牌都没有，那肯定是没看。竹天堂还有工牌吗？师傅，快！ 我有什么不满的？别管，要不然我就杀了他。杀了，你就能活着走出冯家吗？ 多谢你，兄弟！为什么杀他？为什么把他给杀了？林凤信是廖明行手下的高密信，他一直都在利用你。偿命！明明是我害你，是我来守。今天听我说，廖明和松山早就勾结了，背叛了冲天团。 冯光宇，你知道的。刘志忠，你个叛徒！刘志忠，他这么给这些小子，永绝后患！刘志忠。 마법의 홀로 기억을 뺏겼을지도